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。 在几个月之前我们整班的 YouTuber 朋友就拍了这个运动系列的，那呢我终于出片了。今次我扮的就是网球员，妆方面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都有少技巧的，那今次就 share 给大家了。首先就用 Ipsa 的蓝色 base 啦，它可以帮手防晒之余还可以帮块面 tone 一 tone 色，令到块面没那么黄的。然后就用 Maybelline 这一支的粉底啦，它是劲持久和是很防油防汗的，那就不怕甩妆了。遮瑕方面呢，今次又是用到 Hand Skin 了，那我就用它来遮黑眼圈的，不用太仔细，因为稍后会再戴帽的，其实都会遮一遮黑眼圈的了。今次就用了这一盒新的 Ipsa Concealer 遮埋啲暗疮印区，咁佢一向都是好好用的，都唔使我多讲啦。Priori 呢个碎粉我就好想推荐俾大家啦，因为佢系特别控油噶，同埋咧佢系劲幼细噶，但系咧佢就有少少颜色嘅，而我阵间又要戴帽喎，咁所以咧我就会净系搽喺额头以下嘅位置啦。咁额头咧就用翻个透明嘅碎粉啦，咁就唔会印咗啲颜色落顶帽度啦。咁我之前都讲过啦 ，Make Up For Ever 嘅高清碎粉咧系好似轻烟一样咁有细噶。正所谓求求其其都要画翻条眉啊 ！YSL 呢盒眉粉咧，我一直都用到而家都仲用紧嘅，因为咧佢系压得好够实，唔会太过显色，够晒自然啊。咁眼影方面咧，今次就用咗带有珠光嘅大地色，做翻个阳光之下睇落都好 shiny 嘅感觉。咁首先咧就用翻珠光香槟嘅颜色搽喺成个眼盖度，然后用个幼嘅棉头啦，将深啡色搽喺近眼线嘅位置。眼线嘅防水防油程度咧，今次就好紧要啦。Hero Lip Make 嘅防水程度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啦。咁我自己就用开啡色嘅，咁样搽出嚟会自然啲。睫毛液方面咧，我自己心目中最防水防油嘅咧就系 MJ 嘅睫毛液啦。咁我今次呢支咧就系 mini 版嚟嘅，咁 MJ 有阵时咧有啲套装噶，入面就有呢一支 mini 版噶啦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搽完睫毛之后咧，成对眼即刻炯炯有神啦。胭脂方面咧，都系用翻个自然啲嘅玫瑰红色，有少少闪粉咧就更加好啦。阳光晒落块面度，就会有闪闪发亮嘅感觉啦。唇妆今次咧就超级简单，用咗 Estee Lauder 嘅 Oil Lip Tint， 咁佢有好轻微嘅粉红色，可以令到个唇色咧好似好健康咁样啦。系落嘅呢个阴嘅程度，跟住咧就要扎翻好个头啦。但系我去到呢一刻先知咧，原来公司系冇风筒噶，所以咧我就用芭蕉扇顶住先啦吓。跟住就扎翻条高马尾，懒系青春咁啦。咁刘海咧都可以用个直发夹去夹一夹佢啦，咁就唔会笃住对眼啦。咁最后咧就系要戴埋顶帽啦。不过咧，我戴埋顶帽先发现啊，原来啲音咧都系会俾佢遮住咗嘅。头顶啲头发咧就可以拉翻松少少啊，咁样块面嘅比例咧会好睇啲嘅。呢个网球造型咁就完成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记得留意下一集啊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